篮球联赛 SBO。九泰这边推出的先发阵容包括了七号的余焕牙、六号的赛森、五号的张家荣、四十一号的苏奕静以及九号的 Bruce。玉龙纳智捷则是推出了吕继尔、转队而来的简浩，还有 Lajero Vic 以及大家熟悉的老朋友赛乐以及吕正如，是今天玉龙的先发。可能在这个中华队来看呢、啊，最好的一个三分赛胜往禁区里面切，很快的给 Bruce 来扣篮。哦，他不是 Chicago Loyola， 也不是 Los Angeles Loyola， 他是 Maryland Loyola， 这爆发力真的是非常的可怕。跟玉龙超接以后，很快的赛勒，这个赛勒的掌握度来得这么的好啊，这个瞄准之后，他会往右边偏一点点，再做出手的动作。赛胜在禁区里面 ，Brooks 要不到球，结果哇、哦，好球啊，漂亮！两次都是 Frank Session 把球丢到底线了。赛勒篮底下的单打 Bruce， 真可惜篮底下张家荣一圈以后又出来，再给苏奕静，哇，好球！苏奕静这两次这样子抛射得手啊，赛勒漂亮的空手走位，简浩的出手上篮，做一个掩护，又有快攻的机会，吕正如的上篮晃过了 Session， 这又可以反快攻的这个能力啊 ，DJ 一开局啊打得非常的犀利啊。三分投射，不管在大学阶段或职业阶段，都是一把照。哇，讲到三分 ，Lajero Vic， 简浩，高低中锋 ，Brooks 跟 Siler 这一对撞，也不影响球场上面的热度。这一次 Session 精彩的个人单打，在他要参加卡达联赛啊，他最好的一些成绩啊，都是来自于一个弱减手自盗。这一次个人的单打碎啊，绿迈起脚步来跑动 ，Vic 一个假动作抽，搏吸过红海。Frank Session 真的很刁钻呢、啊，就是对借着队友的掩护。这一次的空手走位，漂亮的空中抛射，范围张得很开啊，所以中距离的空档相继的就很明显的会出现了。哇哦，所以。这个篮球队的教练看的话，你天赋异禀，跑得又快，跳得又高啊！在禁区里面，还是找不到出手的空间。Bruce， 篮底下迈高，现在全场就他最高。但杜威，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这个黄国一代的超级控球员，其实控球跟攻击的时间并不多、啊。Julia Brooks 也来个中，到半场哇，不好喽！在接近中线的时候被包夹，给后面上来的 Bruce 暴扣。Bruce 走这个脚步，导球的速度相当快，再给进去里面 Bruce 左手抛射 ，Yes。所以你说现在是蜜月期吗？蜜月期啊。Siler 这一次的 Two Man Game， Siler， 哇哦，在第一节并没有上场 ，Session 现在也回来了。哇哦，一回来就传出一个助攻。去年在富邦人才可能真的太多，的确是。哇！这两颗的三分球现在已经让双方变成两分差了。哇哦！但是吕继尔，摩西，我不能让对方的控球位直接杀入到底线。好多次这样的机会了 ，Session 的一个切入，高抛射，球进不算，已经先阻挡犯规。嗯，李德威跟钟国成必须要有更突出的表现了。所以有塞勒的时候，李德威就在场边休息。哇！这个长篮板打脸呐、啊！马上在前面有人偷跑了，吕继尔速度真的飞快。李一辉抓上篮板球，吕正如三分线一定要先找他，不找他就是这个结果。好，看这个三分球投外，哇 ，Session 飞得真高啊！在弧顶，余焕牙来调整。正如环顾四周，急停这个拔起来，对上 Session， Vic 做一个胯下运球，再切入单打 Session 成功。哇 ！Vic 抓下篮板球，来的速度相当的快。这一次又是 Vic 再度单打得分。玉龙准备发动快攻，三打二的情况下 ，Lajero Vic 投进三分，继续把分数往上累计。助攻跟攻守两端都不会吃亏的球队、啊，
这一次塞勒 Cool Man Game Brooks 真的没在这区域防守啊，进到禁区里面，外线传出来这颗三分球 Yes 飘到了篮筐，所以重新有第二波的进攻机会。哇，吕胜儒拿了就起了就进，防守之下投偏了，哇，但很快的再被吕继尔给抄回来，吕胜儒轻松的左手上篮啊，运啊，简浩过来单挡掩护，然后运在中距离一个抛射，自己的篮板赛自己抢，你知道速度真的很快，所以他一出手以后一知道没有进，马上又是一个他的篮板，这个进攻篮板拨给了傅艺静，在篮下取分，就在八分到十分左右徘徊啊。啊 ，Jared Green 塞勒再把人给撞开啊，小吕振儒这一次不进啊，篮板拿下来以后速度打得飞快，余承安上篮得分，李佳瑞有外线的能力，再给内线的 Bruce 又是转身左手勾射得分，好球，所以做一个 up under。其实他在第一节很多次是用中距离的出手，其实一罚包办了九泰最近的四分啊，我这一次又抄到了，抄得漂亮，抄到球以后轻松上来得分，吕继尔进去绕了一圈，又被 session 再给抄到 session， 哇，跳得老高，对，最高的十七分了，哇，手真快啊，真的是啊。直接暴扣篮筐，现场响起一片惊呼，变成刚刚球权从头到尾没有交到 session 的手中，这一次林一辉的切入上篮，林一辉今天的第一个 field goal， 我的方式来对付对方的大型洋将，林一辉自己运球跌倒，球最后还是被抄走了，球赶快交给 session， 面对吕正儒、The one， 吕正儒相当有信心长篮板，李一辉也是 and one， 向周伯成上来竞争，然后呢把自己的 Vicks 换上来了，但他这样子不但这样的晃人，再给底角于焕雅拿得起，接着给于焕雅是最好的选择，拿去防守 session 一个变换脚步 session 拿了给，又是于焕雅，又是三分球，前面三节啊传球倒球空挡三分投射，现在玉龙全部啊守不住于焕雅，简浩拿了起，起了进，终于终止了。龙现在是把小洋将的 Jared Vick 给拉到场上来跟 Session 做单打对抗，这一次 Vick 也吃掉了 Session， 有没有人手感可以跟于焕雅一样烫？是 Session 自己把 Session 自己爆灌篮筐，切入的分球给 Vick 给的漂亮，这一次卢冠良被挡住。苏逸静来切入，苏逸静的左手上篮吃掉了周伯成，以后就再回去了，哎，这一次有机会上篮，于焕雅两个人过来包夹，给吕振儒底线，简浩 Yes sir， 简浩的三分球拿到球，还是积极的寻找篮筐 and one 吗？球进算哦，苏逸静完成了这一波三分打，玉龙最后在开幕战90-90击败了九泰科技。